钟，恒大打进第三个球，在韦世豪之外又添一个射手。看啊，再看，刚过中线拿球，这就没人，这没有人，一直没有人。然后再看看唐淼再退，唐淼再退了，哎呀，这个谁走内线的时候啊，边后卫不太好跟了，但是退的过程，这谁呀、啊？还是这小雷呀、啊？嗯，小雷就是。回防确实意识差点，是啊，溜溜达达回来，你这会儿一对一、人家在禁区这唐淼不敢伸脚啊，对，再加上他这一切正好是切的你这个支撑腿，是吧，就是你飞、飞踢九脚，这个球一腾右中卫为什么离右后卫那么远啊，他得看出